开心地站在列车前跟民众挥手，吉祥物高雄雄这次再度担任轻轨彩绘列车代言人，到活动现场和民众大玩自拍。高雄市观光局和捷运公司这次推出主题彩绘列车，在十五号早上云梦时代站首度亮相，现场也吸引了许多乘客抢拍。我们非常的欢迎来自国外或者是国内的朋友，能够亲自带着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彩绘列车。特别和 RZoo 艺术动物园合作，彩绘的轻轨车厢内也将会设置艺术装置，让搭车这件事变得更加趣味。那这次呢，特别跟高雄捷运局这边做了合作，那在车体里面呢，我们都有做了许多阿路相关的艺术装置。那如果民众呢可以跟阿路的相关的视觉做合照，你上传了你的合影，那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门票。RZoo 的巨型气垫乐园将在十二月于高雄梦时代广场举办，游乐设施众多，预计会吸引不少民众前往，也希望借此能为高雄带来更多观光人潮。记者刘明伟、苏一欢高雄报道。